比利时驻马来西亚外交大使帕斯卡尔回到花莲静思精舍，在陶艺坊制作汤匙的过程，体会到佛法的中道，不偏不倚，不能太多，也不能太少。而从没有写过中文字的他，选了“上户”两个字，一笔一画，用心地写在陶盘上。给你的法号叫做记号，号的意思就是开阔。戴上正眼上人亲自别上的菩提叶胸针，从小生长在天主教家庭的帕斯卡尔誓愿皈依。正眼上人赐予法号记号，期盼他以开阔浩大的心胸关怀天下事。皈依啦，最大的使命，爱的能量，为人间付出，慈悲利他，希望人人都跟你一样，所做的事都是为利益众生。帕斯卡尔认为皈依是让自己更了解生命的宗旨，生活的教育，这份承诺不是单纯的发愿，更需要身体力行。To share with the people who wants to hear it, who are interested about this experience and what it can bring as change. 祈愿自己能将感恩、尊重、爱落实在促进族群融合上面。大爱新闻花莲综合报道。